方曾经离帕金森氏症退出演艺圈，发病前十大早期征兆需当心无法根治的脑退化真相。曾以我们这一班中的季老师广为人知的女演员方岑，在五年前演完最后一部戏后极低调息影。根据苹果日报指出，方岑主要息影的原因是拍摄八点档长寿剧时压力过大，导致罹患帕金森氏症，出现手抖、眼睑抽搐等症状，因此决定毅然退出荧光幕，专心调养身体。帕金森氏的发病原因。帕金森氏症是一种神经性的退化症状，由于中脑的黑质神经细胞退化速度过快，导致无法分泌多巴胺。多巴胺是大脑传递指令时所需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当多巴胺分泌不正常时，就会引发脑退化及相关的身心失调症状。台大医院帕金森氏症指出，原发性帕金森氏症占所有病患人数的 70% 到 80%， 而以41岁以上的年龄层发病比例最高，青年帕金森氏症居此。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早期临床症状很轻微，因此不容易做出精确的诊断。通常会知道身体的左右两侧都出现显着失调症状时，患者才会注意到是帕金森氏症的存在。帕金森氏症十大早期征兆。根据国际帕金森氏症协会指出，早期的帕金森氏症虽然症状明显程度不一，都仍会出现共同的类似病征。当身体出现数项以上的莫名病征时，就必须注意帕金森氏症的风险。不可控制的肌肉颤抖。手指、手臂、下巴、嘴唇出现轻微晃动或颤动，或是坐下时大腿不经意抖动、抽搐等肢体晃动，最常见的帕金森氏症早期症状。手写字迹改变。写出来的字体比过去变得小，或是不自觉的写字是挤在一起，通常也是帕金森氏症引起的脑部神经病变症状。嗅觉障碍。对于某些食物，例如香蕉、泡菜、药草类的味道反应降低，有可能是帕金森氏症的前兆。睡眠障碍。入睡时肢体不自觉颤动，但自己毫不自觉，或在深睡时跌落床边，这些睡眠时出现的肢体失控症状要注意。行动困难。手臂、大小腿肌肉偶尔出现僵硬麻痹，或是手臂无法摆动，肩膀异常疼痛等典型的病症是病人会说脚被粘在地板上。帕金森氏症会引起一连串的神经信号传递异常，包括便秘、排便困难等。声线改变。原本说话的声音变得过于柔和，或是出现嘶哑等声调变化，这种不自觉的发声改变有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引发的身体变化。脸部肌肉僵硬。
帕金森氏症患人多会被周围亲人发觉，表情变得较以往严肃、沮丧，甚至愤怒，甚至在不自觉的自然状态下也呈现出这种较僵硬的表情。另外，两眼发直、眼皮眨动频率过低都可能是相关症状。头昏晕眩。另一个较常见的症状是姿势性低血压，当从坐姿改为站姿时发现血压过低、头晕目眩时，就可能是姿势性低血压。无法站直，无法保持腰椎直立，导致身体经常出现弯腰驼背，也是可能症状之一。药物治疗有限，注意症状及早治疗。帕金森氏症发病原因不明，但退化性症状以及迟缓等现象可能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。目前医学上多用药物治疗来改善脑中的多巴胺数量，但有3-5%的患者会逐渐感觉药物的效用降低，这时可能就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。提醒民众，无论是40岁以下或40岁以上的好发年龄层，都要注意是否有帕金森氏症的早期症状，才能及早接受治疗。